声猜一猜谁是萧敬腾。实在太为难了，连曾经合作过的黄国伦都面露难色，但还是得硬着头皮投票。猜对了没有？我选三号，我选三号。啊！老肖，你耍诈！老肖的独特嗓音竟被人模仿的惟妙惟肖，现场100名观众都猜不出来，差点被淘汰。好在还有下一轮。会痛的石头决胜负，老萧拿出萧氏情歌浑厚多元的经典唱腔，一举拿下56票，扳回一城，也保住歌王面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